就对这里减这里，好好好，最高点减最低点。啊，我最近变瘦哎。号称拥有32亿好身材的雪碧，被丽晶用皮脂量身材露馅，整整少了2个 cup。雪碧心虚说自己瘦了，还被丽晶不以为然呛瞎。老娘随便称都56、57、58这样子，最近好不容易瘦下来，瘦到55哦。哇，哎，我算瘦很多了吧？很多。你们都44，最好胸部还32.1。除了火辣身材被爆出碰轰，连年龄自己说的跟真实的似乎也落差不小。搜寻网站上雪碧登录的资料是1991年7月19日出生，马上就要生日了，但日期对，年份恐怕不对，因为平面媒体爆料雪碧实际出生的年次应该是1982年，整整大了9岁。雪碧在大家面前呈现跟说的，恐怕真的是眼睛业障重，真实度都打问号。我以前非常糟糕，就是可能就是看起来很哀怨样子，男人劈腿啊，还有工作也不顺啊，因为很多厂商都觉得我看起来很难接近，看起来脸就臭臭的，可其实我个性真的很好。我觉得像现在这样子的脸是我最满意的时候。大方承认整形，还拿着以前的照片帮整形诊所打广告。这一回面对争议，他只 PO 了张长针眼的素颜照，不正面回应，似乎也隐约透露他不想面对这一次的风暴。记者陈嘉伦、徐阳芳台北报道。